头顶不舒服。啊，头顶不舒服。分解，对着地球旋转，在高速旋转的时候产生这种压力，这种压力下来的就是能量，就是给地球上送来能量，这个地球送来的能量经过一系列的转换以后，就缓慢的把它利用起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地球上有足够多的能量，有足够多的能量，在地球上种粮食，这是人家也是要获得能量，从太阳上面一点点，把它储存起来，通过粮食的形式储存起来，这一次呢，通过飞碟的旋转的形式，都快速的储存了好多好多能量，储存了好多很多能量，将来有外星人，通过这边，密切配合好一个，让地球人把这个能量利用起来，好，知道了，一点一点的把信息就释放出来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